过来以后能让做出来这个饭更香，我决定在这个小房子里面打造一款无烟的柴火灶，就是所谓的土灶。那这个土灶的位置在这个小房子哪里呢？我简单的设计了一下，这个小房间里面我觉得放一款90×90的单个的柴火灶就够用了。其次是做这种无烟的柴火灶它需要到底什么材料，我把这个全部都列举了出来。首先是一个下水槽，伸缩性的水龙头，成灰的挡板，造的挡板。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54公分的大铁锅，这个必须先买全啊才能做。以及砌灶用的600块红砖，200斤纸巾灰，1车黄土田里的，然后需要搅拌均匀，再配上水泥。最后就是这个无烟柴火灶施工的一个整个的过程，以及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，包括新猫奶奶她是怎么说的。支好模板，扎好钢筋，马上开始浇混凝土。随后老师傅过来打好水平，确定烟道的位置，凿穿烟道，开始砌烟囱。老板，这些有没有？上次他们给你多少片子？上次他们给你200是吧？上次弄到200。上次他们那个地给你200。啊，给我200啊，就是弄我200，上次200。是不是200？他们。上次弄了200嘛，洗好也搅拌，那我弄了200呀，他们那关键才洗过，我不弄了200呀，他们我能才洗过。那我人家倒的。是吧？我给你多少？哥哥，我那么一分，那基本你刚死开不是？我介绍你干啥？我自己把你干十个也出多少片子？我给你出多少？你说，出多少片子？我跟你去取现在，多少片子？而且还要有另外的。啊，行吗？反正在几号上班？快到里面去走。我行了，走。咱到里面去。那个小腿，弄腿，那个小腿。咱到里面去。那个小腿，跳了全部是干去。别那个小腿。别在这边了，咱去里面走。我喜欢上那靠腿。我知道了，我这。新猫奶奶，我马上给你取票子，你这，我给你取票子。那就看不起啊，我给你取好票子啊。取好分干了。不是。我那个店，啊。我给你去取票子，走。我取票子，我弄。走，到里面去。哎。师傅非常专业。跟沈金辉对在一起的。哎。OK。漂亮，嗯，现在在放样。我放，你有什么你跟我说。好 ，OK。哎，这个简单。木材准备好，马上试烧一下。够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是那个。对，有呼噜呼噜的，对。打了几十年了、可以的，厉害，轰隆轰隆的，听这个声音对吧？你看，是的，你看啊，对，看这个火，我全部往里边去了。嗯，你一起放一点水，这个锅要烧掉的，放一点水哈。啊，你这个铁锅厚，快得不得了，这个铁锅厚。怎么了？我咋到我这里去了？到你这边来了？那我可咋我这里？我不是我拿的。这个柴火是吧？不是我拿，不是我。那要丢那功夫在那种小铁，那出到现在老钱了，你要搞个木子的聚会。我没钱怎么干？那到时候我再去用一次。不搭嘎的，到时候还给你，行吗，姐姐？那好的。还给你。那一条子一出嘛，就主要这个，你想要丢给哪哇？好了，师傅你。好的。别。那个小腿对不？你那个小腿叫啥？走。啊，对，羊也偷个，牛也偷个，昨天不能带一头垃圾，昨天不能带一头垃圾。好了。丢就给我烧呗，今天拿走小腿的。好了，师傅姐姐。好了，别生气了啊。那不管啥，我们要这个。去买那个鞭炮是吧？啊，你要放那个。好的，纸巾灰，新猫奶奶。纸巾灰在哪？补一下是吧？我，二代。对。看来俩跟你难得吵架，二代。难得吵架的。要么那些那些小姑娘啊，二代目前没一号啊，好的。对我们难得吵架的。最后一点就是，大成，你做这个无烟的柴火灶到底花了多少钱？做这款无烟柴火灶，其实最贵的就是人工，一个大工一个小工，两天加起来1500-600块钱，对吧？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合理的，毕竟人家那个师傅做了几十年的灶了。还有就是无烟的材料包括砖块那个纸巾灰，这个加起来大概1000块钱，
所以再加上后面贴大理石，我估计一共下来3000块钱左右吧，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后期这个灶上面的大理石要什么时候做呢？要跟这个橱柜一起打，所以到时候这个打好了以后是什么效果，我还会分享给大家。